一个笑，嗨嗨啊。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，啊，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啊，梦啊空，啊，梦梦梦梦，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到笑，嗨嗨啊啊！来来来来跳舞，脚步若是叮当，不管伊是啥人，甲伊当作明白。啊，好累哦，我要先回家了。等一下，这么快就走？跟你拥抱一下。没有，这不知道哎。你们来，这个呢，我特别哦，跑了好远的地方，就在那个忠孝东路 Zara 旁边的那个店买的啦。哦，真的好远哦，好远好远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啦？红红的。难道是？是袜子吗？还是？开日红内裤。Oh my god！ 不敢穿。不敢穿、oh、我跟你讲，你们要下次在入围金曲奖的时候就把它穿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一件 XL 是基丁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对啦，对 ，XL 是我的没错，其他人就 S 号就够了。而且我在，还有纸花特效的。而且我在买这个内裤的时候，那个阿姨还跟我说：“你几人要穿到细腻啊？”然后我就跟她说：“啊，七鬼半高，我怕贵啊。”哦，然后趋吉避凶啦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这四件内裤呢，希望可以带给你们好运，然后希望可以拿到你们心目中那一个讲座。谢谢傅凯，真的也是我们金曲的歌王哎，我们真的邀请到你，真的是我们至高无上荣。但我跟你讲，入围没有得奖，我已经是常客了，我总共七次嘛，我到第七次才拿奖，所以。万一真的没有拿奖，再等等没关系，一定会拿到的。没关系，顶多就穿七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我再带你去那一家店买，好不好？好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时间走了，但你们没走。谢谢你们一直在这里。那明年1月27日要一起走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吗？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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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走的吗？好、哦，没有人。